Hello， 我是盖伊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居家徒手减肥瘦身训练课表。那今天的课表呢，分为五分钟全身动态暖身，五分钟下肢训练，五分钟腹肌核心，四分钟上肢训练，以及最后六分钟的心肺耐力有氧。25分钟的全身高强度间歇，不仅可以训练肌力与体能，提升全身协调性、心肺耐力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减肥瘦身，让你打造一个灵活、健康、美丽的身体。今天呢，请到 Vivian 教练来跟我一起担任示范员。等等呢，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动作 ，Vivian 教练会帮我们示范简单版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可以跟上今天的课表。那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喽。第一阶段5分钟动态暖身，第一个动作抬膝上肢转体，吸气时将单脚抬起，吐气时将上半身往同侧脚的方向旋转。锻炼我们的足踝稳定度、全身平衡感，提升胸椎活动度，借由动态暖身活动开我们的身体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提踵直臂伸展，深吸一口气，小腿发力提踵，将自己垫高，双手打直向上延伸，微微吐气，肩胛后收，背部后夹。尽量让自己向上延伸到极限，气吐完后，双手双脚下放，深吸一口气，再重复一次，暖开我们的足踝肌群、小腿、肩部以及背部肌群。下一个动作，熊爬。我们踩四足跪姿，膝盖离地，使用对侧手脚，缓慢且稳定的向前爬行，头背腰臀尽可能呈现一直线，全程紧绷核心肌群，锻炼我们核心以及四肢稳定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四足跪姿，抬对侧手脚，就是我们俗称的鸟狗。我们先踩四足跪姿。吸饱气后，将对侧手脚向前、向后延伸。如果核心还不够稳定的话，可以踩膝盖不离地，全程绷紧核心肌群，锻炼全身稳定度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跪姿臀推。我们跪地而坐，双手抱头，吐气时起身，将髋部向前推出，推出时腹部用力绷紧，臀部夹紧，锻炼我们的髋周围肌群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棒式上肢转体。首先，我们先掌撑腹地，双脚宽于肩，单手向外向后画半圆，头部跟着手的方向些微旋转，左手右手各一次，重复训练，活动我们的脊柱周围肌群以及核心四肢稳定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下肢转体跳。上半身朝向前方，下肢向左右来回跳跃，膝盖微弯，全程脚尖触地，双手自然摆荡，训练协调性以及全身稳定性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高抬膝跑。双脚高抬膝小跑步，双手掌面朝下，自然左右摆荡，触碰对侧腿部，锻炼全身协调，并借由动态热身提升心率，让自己转开来。还有5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半蹲行走。
双手放胸前，我们采半蹲状态，向前缓慢行走，全程维持半蹲状态，锻炼腿部肌力与耐力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深蹲走空膝，双手放置耳朵两侧，再进行一个深蹲后，将单脚提起接近对侧手肘，锻炼腿部以及核心肌群，并提升全身肌肉控制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休息时间，我们休息三十秒。我们利用这三十秒的休息时间呢，来调整好自己的呼吸。这个时间你想要原地踏步，或是静静的站着深呼吸都可以。五分钟的动态暖身结束后，接着下来我们进入五分钟的下肢训练，会从单脚桥式开始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休息时间到。第一个动作，单脚桥式。我们先仰卧至地面，将单脚伸直，另一只脚发力将自己抬起。除了可以锻炼启动臀部肌肉外，也可以同时刺激腹部以及大腿肌群。下放时吸气，吐气时发力将臀部推起，感受臀腿后侧的肌肉张力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。一，时间到。接着我们换脚再做一次单脚桥式，将单脚伸直，另一只脚发力将自己抬起。提起时臀部用力夹紧，向上推出，感受良好的臀腿后侧肌肉张力。还有五秒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俯地跪姿后抬腿。我们踩四足跪姿，吐气时将单腿向后伸直，并向上延伸，感受单侧臀部的肌肉张力。下放时吸气，发力时吐气，将腿向后向上延伸，并且在顶峰时暂停一下下，加强臀肌在顶峰时的收缩。接着我们换脚再来一次，俯地跪姿后抬腿。吐气时将单腿向后伸直，并向上延伸。下放时吸气，顶峰时暂停一下下，加强臀肌在顶峰时的收缩。这是一个美臀好动作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。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分腿蹲接深蹲的一个组合。单腿向前跨步下蹲后提起，双手在前腿下方拍一下手，连续两下前蹲后回到原位，做一次徒手深蹲。接着我们换腿再做一次一样的动作，除了锻炼臀腿肌群外，也加入了协调性的训练动作，让你在一个训练动作内使用更多的肌群参与。下一个动作，深蹲跳接腿后勾，双手放置胸前，做完一个徒手深蹲跳后，单脚脚后跟朝向对侧臀部后勾，蹲跳完第二下后换脚后勾，重复数次锻炼我们的臀腿肌群，除了锻炼肌耐力外，还可以训练爆发力哦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。时间到，下一个动作，双脚开合桥式。我们先仰卧至地面，双脚同时发力，将髋部推起。推起时，臀部用力夹紧。下放时，我们将双脚向外横移，加髋掌距，再次发力，将髋部推起。夹紧臀部下放后，再次将双脚向内横移，缩短掌距，重复数次。
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深蹲行走。我们踩半蹲状态，维持高度，缓慢向前后移动，向前五到六步，向后五到六步，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耐力，注意呼吸节奏，并稳定核心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宽腿深蹲后单脚内勾，将我们双腿站宽，膝盖朝向脚尖的方向下蹲后，起身将单腿向内勾。这动作更能锻炼到我们的腿内收肌群。下蹲起身后，换腿重复数次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分腿蹲跳，单腿向前大步跨后，跳跃起身，并换腿下蹲。我们要做连续来回跳跃的动作，维持良好的动作模式以及呼吸节奏，上半身不要过度前倾。跳跃时，同时核心也要跟着收紧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休息时间。我们休息三十秒，我们利用这三十秒的休息时间，喘口气，调整好呼吸，恢复一下自己的能量系统。五分钟的下肢训练后，等等我们会接着做五分钟的腹肌以及核心锻炼，会从抬腿摸膝开始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休息时间到。第一个动作，抬腿摸膝，仰卧在地板上，将双腿并拢并抬起，将指尖到整个脚掌跨过膝盖。这个动作不要做快，而是尽量维持腹肌的紧张感，由上至下可以锻炼到整个腹部的肌群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。时间到，下一个动作，仰卧脚打水，仰卧至地面，将双手放置臀部下方，双脚抬起，脚背下压，想象自己漫游在水面上，主要加强下腹训练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侧腹转体，仰卧至地面，双手放置耳朵两旁，双腿离地，利用手肘接近对侧脚的膝盖，并将另一只腿向前延伸，连续换腿重复数次，全方位锻炼我们的腹部肌群。还有五秒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掌撑屈膝，下腹抬腿，双手撑在身体后侧，双腿向后弯曲后向前伸直，锻炼我们的腹部肌群以及核心稳定度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掌撑棒式膝碰肘。我们先做一个俯地棒式撑体，将单腿膝盖向前弯曲，触碰对侧手肘后回到原位，换腿再做一次，锻炼腹部肌群外，同时训练核心稳定以及肩关节稳定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个动作，登山跑。同样做一个俯地棒式撑体，稳定好头背臀，将双脚轮流交替向前小跑步，
再次加强我们的腹肌以及核心肌群锻炼。训练时让膝盖尽量向前延伸，达到良好的训练效果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仰卧直腿，单手摸膝。我们仰卧至地面，双手打开直线十字形，抬起单脚的同时，对侧手触碰对侧膝盖，双脚轮流交替，锻炼腹部肌群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仰卧脚打水。接着我们再做一次仰卧脚打水，仰卧至地面，将双手放置臀部下方，双脚抬起，脚背下压，想象自己漫游在水面上，主要加强下腹训练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抬腿摸膝，仰卧在地板上，将双腿并拢并抬起，并将指尖到整个脚掌划过膝盖。记得动作不要做快，而是尽量维持腹肌的紧张感，由上至下锻炼到我们整个腹肌肌群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侧腹转体，仰卧至地面，双手放置耳朵两旁，双腿离地，利用手肘接近对侧脚的膝盖，并将另一只腿向前伸直，连续换腿重复数次，全方位的锻炼我们的腹部肌群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休息时间，再次休息30秒。30秒的休息时间呢，再次喘口气，调整好呼吸，恢复一下自己的能量系统。下肢、臀腿、腹肌、核心训练完后，等等我们会做4分钟的上肢训练。上肢训练会从伏地挺身开始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休息时间到。第一个动作，伏地挺身，双手撑地，稳定好核心，吸气后下放，掌推时吐气，手肘不要打得太开，强化我们的上肢肌力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伏地挺身，直臂压背，双手撑地，稳定好核心，手臂打直，膝盖弯曲，屁股向后坐，将自己往小腿的方向移动，移动到极限后，肩胛骨后收，背部下压，强化上肢肌力活动度，特别是肩背肌肉控制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熊式摸肩。我们踩四足跪姿，膝盖离地，稳定好核心，维持头背臀一直线，双手快速轮流交替触碰对侧肩膀，锻炼全身稳定度以及上肢肌力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放式上肢转体。首先，我们掌撑腹地，双脚宽于肩，单手向外向后画半圆，头部跟着手的方向些微旋转，左手右手各一次重复训练，活动我们脊柱周围肌群及核心四肢稳定。还有五秒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
下一个动作，上胸腹地挺身，双手撑地，拉近手与脚的距离后，臀部维持高位，吸饱气下放，吐气时发力将自己推起，强化上肢肌力与稳定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超人夹背。首先趴在地上，双手向前伸直，慢慢的将手脚离地后，双手向下做一个拉背的动作，将后背夹紧，吸饱气后提起双手，吐气下拉，绷紧后背后再缓慢伸直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鳄鱼爬行，伏地挺身，双手撑地，稳定好核心，将对侧手脚向前弯曲，做一个爬行的动作后，回到原位，手摸大腿，重复数次，增强活动度、身体稳定度与核心控制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接着我们换边再做一次鳄鱼爬行，伏地挺身，双手撑地，稳定好核心，将对侧手脚向前弯曲，做一个爬行的动作后，回到原位，手摸大腿，背部尽量保持平坦，重复数次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休息时间，休息30秒，30秒的休息时间，我们再次喘口气，调整好自己的呼吸，恢复一下自己的能量系统。最后，我们会做6分钟的心肺耐力有氧训练，加油，快撑完了，让我们一起腹肌出现，脂肪再见。等等的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做开合跳。还有五秒，三、二、一，休息时间到。第一个动作，开合跳，双脚略宽于肩，保持全程脚尖触地，脚跟不落地。调整好呼吸，吸、吐、吸、吐。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前后跨步跳，同样保持全程脚尖触地，脚跟不落地，双脚前后交叉来回跳跃，调整好呼吸，吸、吐、吸、吐。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小跑步冲刺，全程我们用脚尖触地就好，尽可能的在25秒内维持好速度来提升心率，注意维持好呼吸节奏。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登山跑，同样做一个伏地棒式撑体，稳定好头、背、臀，将双脚轮流交替向前小跑步。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高抬膝跑，双脚高抬膝小跑步，双手掌面朝下，自然左右摆荡，触碰对侧臀部。
还有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下肢转体跳，上半身朝向前方，下肢向左右来回跳跃，膝盖微弯，全程脚尖触地，双手自然摆荡。还有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小跑步冲刺，全程脚尖触地，尽可能在25秒内维持好速度，好来提升心率，注意维持好呼吸节奏，加油！剩下不到3分钟了。还有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分腿蹲跳，单腿向前，大步跨后，跳跃起身，并换腿下蹲，连续来回跳跃的动作，注意呼吸节奏，上半身不要过度前倾，跳跃的同时呢，核心也要跟着收紧。还有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手掌摸脚踝小跑步，在抬脚小跑步的同时呢，腿部外旋做一个踢毽子的动作，让手指轻触脚踝，并且在心里默念：腹肌出现，即止再见；腹肌出现，即止再见。还有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并腿跳两下，接一个深蹲，双手在胸前，双脚并拢跳两下后，接一个深蹲。跳跃的时候呢，脚尖触地就好，脚跟不落地，调整好规律的呼吸节奏。我们快完成了，还有十秒，九、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下一个动作，滑雪者，双膝微弯，全程使用脚尖触地，左右来回跳跃，手部自然摆荡即可，训练全身协调性。记得脚步一定要做好缓冲。累吗？累的话，我们再次默念：腹肌出现，体脂再见。腹肌出现，体脂再见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各位，最后25秒了，我们来用小跑步冲刺来榨干你所剩的最后一点体力，把你最后的能量释放出来，慢慢加速到极限，调整呼吸，吸吸吐。吸吸吐，最后10秒了，跑起来，加速加速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了，很棒很棒，这是给撑到最后的自己来点掌声，耶！这次的居家徒手训练动作呢，会稍微比上一支要来的再难一些些，所以如果跟不上的朋友呢，可以先参考 Vivian 教练的动作呢来做降阶训练，等到提升了肌力与体能之后呢，再照着我的动作来增强训练强度。那重点呢是希望荧幕前面的大家呢都能跟上这个训练课表，切记想要让腹部线条腹肌变得明显，除了腹部的增肌训练外，透过全身训的运动来增加代谢，并在一定的时间内维持高心率，并且日常生活饮食的选择，这对你降低体脂肪是非常重要的。建议大家一周能训练2到3次以上，效果会比较好，提升运动表现，增强你身体的心肺、耐力、协调、敏捷、灵活、弹性等等的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今天盖伊Vivian教练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